交一下吧。你们一共停了58小时58分58秒，一共1088。姐姐，你看我们停了这么久，你能不能给我们打个九折？九折？99.72。行了，扫码。美女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便宜9块钱？9块钱？行了行了，扫码。那再给我打个5折，可以吗？什么5折？赚真多！等着，我去问一下我们经理。经理，经理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啊？这么慌慌张张的？我在玩羊那个羊，马上又通关了，别打扰我。哎呀，经理，你快别玩了，我们停车场的客人啊，好像被绑架了，你赶快去叫人，我去拿点东西，拖住他们。什么？又被绑架了？行，我马上去。美女，美女，我们经理啊，在羊了个羊，等他通关了，马上就过来。你们等了这么久，一定饿了吧？对了，这个是牛奶燕麦酥，很好吃的，你们尝一下。嗯，美女，这牛奶燕麦酥啊，吃起来香甜酥脆，入口即化，满口的奶味和燕麦香，味道真不错，一定很贵吧？不贵不贵，这牛奶燕麦酥啊，一箱薄底50个，可搭配牛奶、酸奶、水果食用，解饿解馋更营养，老人小孩啊都爱吃，一箱啊只要9.9块，拍两份更划算，还包邮呢。来，这些给你们的，那还挺划算的。哎。哎，对了，你们队长那个羊那个羊怎么还没通关啊？我不好，快走，开车，开车！等一下，你以为你还能走掉吗？啊！